你有练过跆拳道？跆拳道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啊，好累啊！而且那个，而且那个教练很严格哦。他没有打铃，让板子要啪。对啊。他们手碰到我。你在做什么？你要拿鸡腿给我吃啊、哦！来来，大家去那边跆拳道，哈、哦，这样喝，轻轻的，哈、哦，你轻轻的，来，看我的香港脚，喝，我的脚可以放这么高，喝，喝。要飞起来吗？对啊，是啊，我飞不起来，脚这么短，哇，你的脚怎么可以用那么高？还有谁可以跟他一样高吗？哇，你也可以耶！我也可以啊！哇，你太小只了啦！哇，来，好，那个是什么？怎么把屁股扭上去了？那你们可以像他一样吗？刚刚把脚放在墙上，依依刚刚那样，把脚放在墙上，爬上去，像蜘蛛人一样。哇，你看哦，哦，哇塞，好像蜘蛛人哦。哦，这个很难呢。对呀，这个才可以看，哇，好厉害哦。哇塞，你看你看他，哇，他也做得到哎，哈、哦，这个粉红色的妹妹也很厉害。哇塞，你们两个等一下玉米浓汤都跑出来。你刚刚跑去偷喝玉米浓汤被我看到了。对啊。都要去喝汽水。那个会这样吗？那个是怎样？劈腿哦，要这样。你有打很开吗？好看。哇塞，很厉害。呵，来再开，再开，屁股就破掉了。哇，很厉害，很棒，对。依依，你去小飞还有学什么？你看他也会耶。哇，很厉害耶。哦。哇，你像小猴子一样。我怎么看到好几只小猴子啊？啊，小猴子，你的头发太长了、哦，要剪成光头。对。我有尾巴，你要去跟老板说，老板，我要剪一个很帅的光头，好不好？我要剪一个 Hello Kitty 的光头，也很帅。那你的头会变成尖尖的。独角仙是两只，哎，独角仙是一只哈，啊，蚯蚓虫是两只。然后这样还有要打，像玻璃似的。是。那你们跆拳道教练还有教你们什么？这样喝啊。会，你教大家好不好？啊！现在好热哦。你现在好热，我也好热。我介绍一下，要这样站好。哦，这右脚在前面。会，会。啊！你怎么跑到我这边来脱衣服啊？啊，这个是，啊，这个头太大了啦。你要去妈妈那边一大杯啊，哦，那要慢慢喝。哎呀，你的头太大了，这个是你的头发啊，你的脸都红掉了啦。我有过敏啊。你的脸都红掉了，那先拿回去。很热的时候，我的脸就红了。啊，哇塞，你看他又在练这个了。这个是，你等一下放一个屁就飞走了、哦。